是 taxi 的 city tour 的还没有吗？你们都没有出去吗？还没有，我们都走路哎、欸。你都走路。对，因为我们怕迷路。哦，如果你们想买 bring bring 就是没有带。找老师，就是对类似这个 bring bring 的东西啊，你们就上瑜伽课跟老师插拉勒一下，就说老师怎样，然后就跟他说我可以借你女儿吗？对，他女儿就会带你出去买。他女儿英文很好，对，一般印度的不会。他女儿好像才14岁吧，14岁，很可爱的一个小女生。然后她就会说牵着你，然后就去买 bling bling 的。对，而且一大串才50块，比这边便宜。对，难过。对，卢比，卢比。哦，还有沙利。哦，回来了，那个 Richard 回来没有？啊 ？Richard 回来没有？他跟皮蛋去。皮蛋不在这里吗？刚不是皮蛋。要交回来，在哪里？哪里的网？